今天是第19天，然后我跟大家去四海草原的那个小路，跟我男朋友们会合。我们今天要走去上午，大概37公里，但是走小路可以节省8公里。出发！对啊，旭海草原 K 导师牌，这边左转，不肯大街，刚好住在那街上。哦，房间比较多，吃的比较多，对，是电塔。对啊，剩下25 K， 这条路非常的舒服。观台驿站，对，叫班级去，你也不能晕到你。刚刚已经休息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走。森永派出所，耶！过马路。你们一样穿黑衣服的。啊，好可爱哦！你干嘛？那我们就没什么差。你现在定的位置是你住的地方吗？极致下坡。哦，真的蛮陡的。地方势力。